疼啊疼啊疼啊！我的录音扇子，哎，至少就我娘家那宝吗？娘家宝。弟弟也不哭了，好吗？疼疼疼疼疼疼！录音扇，我来扇的姊妹。安娜宝吗？娘家宝吗？疼，录音扇子，还有就是，我一下这个让你尽孝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也有点惊讶。只能做到这些，我在外面打猪场养这个家，但在家里面连孩子照顾不好，我不走了好不好？娘娘以后不走了好吗？好不好？等等等等，不哭了，在我心里难受。没事的，让你尽孝了这个。没有没有，弟弟不哭了啊。对对对对，没事没事。嗯，因为我妈肚子饿不饿？饿了。我只是在家里，连温饱都解决不了。爸爸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做饭给你吃好吗？好吧。你去做饭吃吧，我侄子肯定饿了。我等一下过来嘛，我拿完东西过后我再来。好，我先过去了。小花，师哥，你怎么没买东西了呀？没有东西，给小花，给小花。吃饭了，弟弟，你不哭了吗？连你这么乖的，好不好？听志哥的话，好不好？爸爸怎么干？我怎么感觉弟弟对我有点陌生，他都有点害怕我了。鼻涕出来，擦一下鼻涕，弟弟，来。哎，好，你把弟弟哄一下嘛。你哄一下他嘛。好，你坐着坐着吃饭吧。哎，好。爸爸，哎，罗老师，爸爸怎么？我们去洗手吃饭好不好？志哥，你先坐着吃吧。哎，好。志哥，吃。哎，好。嗯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他，你怎么了？他应该要喝汤汤。志哥吃啊。哎，好好好。你要吃白菜是不是？啊，你走，快点吃。子弟，他怎么不用勺子吃？弟弟，你用勺子吃。弟弟，别用手了，你死。怎么没事了？可能习惯了他。饿了没有？白菜弟弟，不要用，不要这样吃，好不好？罗老师，他不是，嗯。啊，你给他换上水。没事没事。换上水，去洗个澡再吃吧。你看他这样吃的话，这水也不是很干净，没事。是。
老公，这个那你先吃一口。可以洗的嘛。想按进去怎么干？怎么回事？他还不洗。那过去的过去的。老公，你的车吗？他不愿意洗。他不愿意洗。想按你宝贝儿的。你喂他吧，你喂他吧。那个明天去的，我们吃了再洗好不好？我们吃了再洗好不好？啊。啊。真的这个吃好吃啊，快吃吧。吃饱了，太饱了。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吃。很好吃，很久都没有尝你的厨艺了，今天总算尝到了。坐一会儿吧。不坐了，我要先走了，小花。走了哇？对。今天谢谢你啊，送我回来，又带这么多东西来的。没有，没有，带给小朋友的。你要照顾好小朋友。天气啊。